画面上的这位男子，他是本片中的主角，因为他肮脏的外表以及他个性的问题，而导致他在现实中没有什么朋友，所以他只能在网络世界上寻找自己能做的事情。他在打完游戏之后，开始观看实况组的影片。他看完实况组的影片之后，突然在网络上寻找到一些小说以及漫画的网站，而开始沉迷了下去。而他自从沉迷了小说之后，就越来越无法自拔，一本接一本的看完了。而在他沉迷小说之后，发现小说里面的主角因为有朋友群之后，过得非常的开心，所以他越来越憧憬这种有朋友的生活。而在他开始憧憬有朋友的生活之后，他想起他那个肮脏的外表，而想到要先去把自己的外貌弄得整洁一点才行。而在他整理的外表后，他开始有了朋友，而这些朋友也让他带来一些更多的网友，而让他之后也可以跟一群朋友一起玩着游戏。